花不到五十元就能买一件新衣，这在马六甲机场街绝不是个神话。走上街头，五分钟的脚程就有超过二十家服饰店林立。在机场街，服饰业有了自己的一片天，就连跨国连锁服饰店都到这里凑一脚抢商机。变身时尚潮人不是梦，商家推出的各类优惠让人人看了都心动。即使不打折，民众的购买意愿丝毫不减。根据世界自然基金会统计，每人每月平均购入一至五件新衣，但八成人否认自己过度消费。当衣橱超载，就只能狠下心头断舍离。在马六甲慈济洗手环保站，每到年尾就会迎来一批民众不穿的回收衣，一天数量尽可多达半吨以上。他们是陆续陆续丢，陆续陆续丢就很可怕了咯。你看这样多，因为啊，有的一次啊四五包，有时三四包，那个黑袋哦，不是布拉西袋，小小个。但打开包装才发现，大部分的衣服不是毫无瑕疵，就是全新的。啊，这样的也是很实在呀、啊，这个也是有人要。嗯，你看还有胶带。很新，所以我们就放弃去不去卖了。还没有开。啊，随便都有80%是好的，是没有破的。失去主人的衣服在环保站堆成一座小山丘，这个简单的回收程序也得耗上五个小时。但这并非所有衣服的宿命。在马来西亚，平均一人每周会把一件衣服当作垃圾丢弃，垃圾掩埋场才是废弃衣物的大本营。这是2010年日本国民品牌在大马首次开幕的盛况，4000人挤爆商场不说，有的人还是前一晚就到场守候。两年后，瑞典知名品牌再创荣景，络绎不绝的人潮是大马人对时尚的热爱。摊开各大品牌的插旗年表，有的以93家连锁居冠，有的则以每半年开设一家分店的速度占据大马服饰业。名人模特独享时尚的年代早已过去，近三年紧跟流行指标的商品以及平民化的价格，让快速时尚一下就成了新时代的宠儿。只需两周，衣服就能从设计到上架贩售，一年四季的时装界发表也被改写为一年52季，以快制胜是他的不二法门。And the consumer would say, I'll think about it, I'll come backThey'll come back and it wouldn't be there. Because shops these days don't restock. They don't need to because they've moved on to the next trend. If you blink, you miss it. 英国卫报专栏作家露西·斯格尔关注环保议题15年，在快速时尚崛起之际，背后鲜为人知的秘密却引起他的注意。And I figured out that there are about 80 billion new garments that are created every year. Some of you, like me, might feel that most of those end up in your wardrobe. Now, the weird thing is that we still end up with 2 million tons of textiles, mainly apparel, in landfill every year. So we're slinging them away almost as quickly as we can buy them, which points to a certain disposability, a certain throwaway culture in fashion.人人买得起的时尚原是一片美意，
如今却造就人们对衣服不再珍惜。2014年 CNN 针对全球购物城市进行排名，统计结果马来西亚吉隆坡以高品质的购物体验及实惠物价排行第四名，胜过第十一名以时尚扬名国际的米兰。2016年马来西亚经济成长率为 4.2%， 而家庭每月平均收入逐年增长 10%， 于2014年已达到4585令吉。随着马来西亚经济改善，每个人都能在温饱以外有能力购买奢侈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估，大马国人的购买力评价在188个国家中排行第29。就连被誉为购物天堂的香港及邻国新加坡都并未提升40名以内。这意味着大马消费者的购买能力不容小觑，特别是代表个人形象的服装更是大多数人愿意支出的项目。2、4、6、8、4、4、4、6、4、8、50。打开衣柜算一算，裙子就有50件，这里30件裤子，还有40件短裤和40多件 T 恤，一个人就超过160件衣服。我试过就是一次可能就是真的是买到七八件来，连很像旁边朋友都会问我说，你买那么多你穿得下完吗？我就哎呀不用紧啊，就是一定会穿到啊，这三件同款，反正就便宜，然后又觉得不错，就干脆就买了好几个款式。就是你只要有下订单，你买的那个东西就觉得很开心。可是近半数的裙子不是只穿过一次就是根本没机会穿，就是觉得很漂亮啊，可是真的我真的穿到哦，真的就是今年穿过一次而已，这也只有穿过一次，穿两次而已就没再穿过，那这件也穿过一次而已。徐小姐并非特例，调查显示女性衣柜平均有25件闲置衣物，但每年却仍持续添购36件新衣，若换算全马女性一年的购衣数量，一亿件新衣确实惊人。很多还是没有穿到的衣服啦，有些就是大了，然后也不能穿，可是其实可能也没有穿过几次的新衣，就只能够拿去回收哦。穿不到的弃之可惜，许多民众就如同徐小姐，把衣服送到环保站回收。类似的现象在新年前夕的马六甲慈济洗手环保站尤其明显。因为它靠市区啊，所以容易放，每个都来这边放。你看你站住看啊，没有几分钟就几两几两几两这样了。但是一天的回收量就由250公斤激增至550公斤。可观的回收量让志工大喊吃不消。衣服啊，你做到手软就对了啦。很辛苦一下的，要是一没有人收拾啊，就这边堆一堆，那边堆一堆，我们就要赶快嘛。再怎么快，也得逐个摊开检视衣框。志工生怕错过衣服再利用的机会，无奈每天要分类超过3000件衣服，人力不足就此成为最大的难关。在人群中有个认真分类的身影，他是陈玉芳，如果不说没人晓得他其实是个老板。另外一个口罩什么呢？那个 Alice 那一块的。
到办公室，开始忙着接听电话。陈玉芳的一天就与工作伙伴洽谈公务开始。因为工作，他还得时常面对顾客，所以形象对他来说非常重要。清爽的外表，整齐的衣装，很难想象他全身穿的都是二手衣。我应该有整三四年了，我都没有买到新衣服。无论是办公或是出席各类场合，陈玉芳总能赋予二手衣全新的生命。这些都是二手衣来的，有在洗服器买回来，那天去才买回来的。这是纽西兰 Salvation Army 就是去买的，这套是穿去孩子的大学毕业典礼，其实很新啊，看不出啊。你看破了，我里面叫人家补。补了的话哦，人家也看不出嘛，因为有的人新的他就特地来弄破它。补了我也照样穿啊，尽量不要丢就对了，因为你这些丢是不能回收的嘛，不能够，就不能够渗入大地啊这些。穿到它破呢，它还拿来穿睡觉。他都不舍得丢，到真的是破到很大洞他才丢。他真是，他还没有，还拿来骂，做骂脚步啊。但从前的他可不是如此，因为在他眼里，唯有不断更换新衣裳，才能永保出色。他不会考虑啊，说需要吗？想要吗？还是什么？他看到他喜欢就买，怎样买都觉得衣服不够，衣橱一打开的时候你就觉得，哎，好像还是缺少啊，好像不够配啊。几百块啊，三五百块是很平常啊，一次出去买。因为你出来见客人，你就觉得啊，穿得亮丽一点，穿新一点，那么就给人家的感觉可能不一样，人家对你的看法，以前会在意这一些。心态的转变始于第一次到慈济环保站分类衣物所看到的震撼景象。还有牌子还放着，129块，129块都丢。我是觉得这个应该他也收了很久，然后现在新年要到了，大扫除。就发觉到啊，这件衣都没有穿过，又过时了，现在就把它丢出来。这么漂亮，这么新的衣服也整套丢出来。然后你发觉真的是，不管它有牌子吊着或没有牌子吊着，都是很新的衣服。整个纸袋啊，很大的袋啊，装都不够，然后几袋，你可以看见同一个的 size， 你知道是同一个人丢出来这样子的。然后我再回想以前，其实我也是这样子的，就是我觉得浪费我的空间啊，每一年新年要大扫除，浪费我的空间，我就丢了，我也没有管那个东西是能用不能用啊，只是因为衣橱不够装了，要买新衣就把整袋的衣服丢出来这样子。当新欢变成旧爱，衣服成了废弃物，究竟它会对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威胁？衣物在丢出以后只有三个管道，一是送到二手衣店贩卖，二是转售给回收商，三是当作废布料丢弃。民众送到环保站的衣服首先会被划分为两个种类，可以用的我们就拿起来咯，好像不可以用的嘞，我们就装回就去卖去回收商咯。这个是我们要的，我们洗服器要卖的衣服咯，这个是给回收商的咯。因为我看比较美，有那种啊小朋友啊要爱的啊，这些我就选咯，是啊名牌啊有牌的我就
给了钱了，这件还 OK 咯，这个裤裆没有破，有时裤裆破了就不能了啊，这个要这个咯，塑胶可以拉才可以，不可以拉没有办法穿。大人以后最需要你要看这个咯，这个领子啊，领子有破就不可以咯，也肮脏啊，黄黄啊，也不要咯。分类的准则是慈济志工累积多年的经验，经过半小时，100公斤的衣服终于筛选完毕。扣除卖给回收商的60公斤衣服，环保志工把其余的40公斤（约232件衣服）保存下来，准备放到洗服区的架子上重新贩售。在这里，民众能够以数令吉的价格把二手衣物买回家。礼拜都很多车进来的，一斤两斤两样进来，我们设施好了，我们就推出去，又再拿进来设了。你看这些杯也是美美的、新新的，你看当时是没有用过的嘞。然而，洗服站衣服太多，摆放空间却有限，得不到买家青睐的衣服，再放置一个月后就会转入第二线，以称斤论两的方式卖给旧衣回收商。一年我看也整千吨了，就是平常一个月就100多吨，100多吨了。冯荣全从事旧衣回收工作已有16年，作为马六甲唯一的大型回收商，回收范围涵括南马10多个据点，以及新加坡、日本、韩国。我一年里面买蛮多，就是那个过年了，蛮多了。过年一个月里面整400吨了。衣服回收到工厂后，工人就会依品质把衣服分类成 A、B、C 3个等级进行包装。第一条啊 ，A 的是好衣咯，名牌咯 ，A 的东西是上店里面拍卖。B 的是中的衣服，然后 B 的你等住那些出口卖的。C 的是破烂跟垃圾啊、纸啊，这个 C 的咯。这一条现在那个安迪衣服没人买的，衣服染色也要丢掉，然后破也要丢掉，一万给你啊、哦！你是打出来35%的，哦，很少的，就是、啊、它垃圾多，那些破烂啊。大肆收购却只有35%的衣服能送到二手衣店，或是船运出口到印尼、非洲等发展中国家再次贩卖。剩余的65%失去利用价值的衣服，就此走上垃圾掩埋场这条末路。除了回收商，国人每天丢弃的660吨纺织品也会被倾倒在此。从2013年起，服装产业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污染源，所酿成的环境浩劫仅次于石化业。属于石化产品的衣物，虽然在垃圾掩埋场中与厨余同样最终都会腐化，不过纺织品非但不具有堆肥作用，在分解的200年间仍会持续破坏地球。衣料上所添加的漂白及染色等化学添加剂会流经土壤，渗透到地下水中，污染水源。而焚烧衣物则会把有毒气体甲烷释放到空气中，产生温室效应。世界卫生组织于2015年的报告中指出，甲烷是导致气候变化的三大气候污染物之一，它不仅能产生强大的全球暖化效应，每年更有700多万人因空气污染而过早死亡。运动
慢慢的，陈玉芳在检视衣服的过程中，也开始检视自己的行为。我看到这些新的，然后全部丢出来这么多，我觉得真是太浪费了。然后自己就开始反省自己，我是不是也这样？然后自己明白到我这样子的行为是很不对的，我只想到我自己 OK， 我空间不够了，我把它丢出去，我没有想到它造成的后果，我没有去想。我们不能够做什么都是只利益自己，我这样丢出去，每一个人都这样丢出去的话，我们住在这个地球上的地球，它能够负担多少，能够负担多久呢？年后的今天，陈玉芳把买来的二手衣看作新衣一般珍惜。穿出来没有人会问你，你这些衣是新衣啊、旧衣啊，不会这么问的。最重要穿出来真的是要很得体啊，什么场合穿怎样的衣服啊，那么不会失礼啊，然后就整齐、干净、舒服，这才是重点。对于物质的享受，玉芳早已释怀，因为她知道地球的健康比自己更重要。新年的脚步越来越近，环保站的衣服依旧堆积如山。入夜以后，20多位志工依然留在洗舍环保站做分类。这一晚，他们要与时间赛跑，把物资分类完毕。一口气把班次从5小时增加到10小时。新年前一个月，环保站必定从白天开到黑夜，长达12天。就算很多也是要分啊。这样东西越来越多嘛，那个地球都差不多要穿动了。我们要去救那个地球，所以我们就做这个来补救它咯。现在地球在暖化做啊，这些环保物你要没有分类啊，没有这样做啊，是真的很大威胁。一件衣服的价钱真的只有标签上的数字吗？还是背后隐藏着环境的代价？爱惜现有的，杜绝抛弃式消费，只要小小的改变就能让你我的未来大不同。在快速时尚当道的年代，不妨放慢脚步，思考这是想要还是需要。